呢個 mon 好大，但我話俾你聽，呢個 mon 好緊要。而家係5:30，好準時咁樣話俾大家知，5:49，新鮮嘅牛肉就嚟啦！我哋等緊嘅新鮮嘅牛肉，可以嗎？只有那個2块鱼皮，還有那個雞肉可以先拿。就是其他都不能先不能拿。對。要等牛才可以啊。对，要等牛肉到了才可以再。牛才是老板是吧？因为我们这里主推的话是牛肉嘛。OK。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吃牛肉的话，你那个当煮那个汤底，它那些菜也不好吃。你是对的，但是那款那个牛是停到来这个地方还是怎么样？就是。它是在这里卸完之后就到里面切。在这里切是吧？牛的话，我们就是控制了把牛杀牛的时间嘛，控制杀牛的时间。然后如果比方今天是4点杀牛的话，然后6点钟到店，然后用保证每一片都是3个小时之内的牛。哦，你们自己有牛的？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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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就你们想几点砍就几点砍。几点砍就保证每个顾客能吃上3小时的牛肉。在哪边送过来？江高镇。系啊。你已经排队啦。啊，排队死啦！我点算啊？唔紧要，我哋有同事排队嘅，睇车，有车。先拿牛肉啊！几个人来？两个，想吃多少斤肉？2斤差不多。哇，2斤，65块钱半斤哦。钱不是问题。可以。挺诚信。挺诚信，对，谢谢支持，。吊龙雪花肥牛。还有什么肉？还有仅有3花。3花、5花都会有嘅，我们都拿一点，好不好？即系冇花冇假咯。即係如果出面嗰啲係幾廿蚊一碟，你又唔知佢多少咁樣，佢真係稱俾你。好多擺好噶嘛，人哋。係好多擺好嘅呢度，即係就現現稱俾你咯。唔好攞咁多，攞6碟就到，仲有兩碟。嗱，呢度好多好嘢選啦，牛百葉啊，牛腩啊，仲有啲生蠔啊。這個是什麼蠔啊？山東做咯。山東魚山生蠔，哇！呢個可以，呢個可以。佢哋比較特色嘅，點解放到最尾咧？呢啲。呢個嗱，佢話放喺個湯嗰度會好飲嘅，紫菜再加埋蒜。OK， 齊啦。一份嘢裏邊咧就有3種唔同嘅肉，哇，好重啊！有3花子啊、5花子啊嗰啲放喺度。嚟嘅時候嗰啲肉仲喺度跳緊嘅，我同你講。哦，睇下先。哇，係好靚啊！呢度啲嘢，唔錯。因為佢3種肉喺埋一齊。嗱，雖然咧呢一啖咧就區分唔到啲乜嘢，但係啲牛嘅香味啊，牛嘅嗰種纖維嗰種質感啊，其實你都會 feel 到係比較鮮活嘅。比較嫩香同埋爽口，而且唔使諗啦，一定係新鮮嘅，即係肉等人新鮮啲啊，定因為人等肉新鮮啲啊？係咪就係咁啦？哎呀，嚟試下呢一個厚身嗰啲，我都唔知咩肉啊，更加有口感。嗯，雖然呢嚿厚啲，但係你食落去依然都係嫩嘅，嗰啲肉質係嘅真係。好香牛味，我真系唔知咩部位呢、這个，好好食个喂，呢个卵呢个，好滑啊，牛展啊，爽滑嘅喎呢个牛展味，系牛展嚟噶，呢啲位嘅纹理系牛展嚟噶，阿卵你试下啦，好爽脆噶，系啊你，定嗰啲肥牛啊完全唔一样噶喎，都系唔一样，真系脆喎，佢唔係話大筋啊，咁大絲嗰啲連住嗰種感覺，就係爽脆喎呢個味啊，即係有啲肉嘅味，肉甜味。咩啫？好大隻嘅魚山生蠔，哎呀靚啊呢度。生蠔要幾耐啊？差唔多得啦，佢啲可以生食嘅。好，我試下先。魚山大生蠔，哇！等我補一下，食多啲補嘢係嘛？好肥好厚好滑，睇個色澤啊，嗰啲嘢都係叫做新鮮嘅。咁當然煮完之後咧，
佢唔會好似普通嘅生蠔咁樣煮完就熟。咁當然，魚生生蠔咧就並唔係以佢嘅呢一個鮮甜為主嘅，咁當然佢都會有鮮味。食埋呢一個生嘅牛肉丸，有汁啊啦！啲牛丸將佢爽口彈牙，而且個牛味好足，而且啱啱嗰下嘢有汁，有啲汁喺裏面。到最尾食曬所有嘅嘢，飲啖靚湯嘅時候咧，都有儀式感係點樣呢？呢一啲紫菜終於發揮佢嘅作用啦！你可以揀一片，亦都可以揀兩片，睇你自己嘅口味，再落翻少少中間佢放嘅嗰啲蒜啊，然之後整兩啖靚湯，鹽都唔使落啊！嘿，清甜，啲紫菜嘅香味，清新嘅香味。呢度咧專登揀一啲頭水嘅紫菜，目的係令啲紫菜味更香，而食落去嘅口感咧更嫩。嗱，我哋啊食完嘢啦，咁啊出到嚟咧，仲係有人等位嘅，係多謝，未有位啊你哋。喂，食過未啊呢間？得唔得？啊，都幾好吃下嘅，即係佢係切得比較厚啲咯，更有口感啲咯。誒啱啊！係啊，一路翻停車免費又方便係咪啊？咁你哋等咗幾耐咁喺度？等咗十分鐘到咯。咁還好啦，係嘛 ？OK。嗱，嘢係食完嘅啦，咁到而家就嚟八點鐘，仲有好多人去等位嘅。我哋可以見到嘅，即係肉眼可見嘅新鮮，亦都係吸引大家過嚟嘅原因之一。咁所以有佢哋特別嘅地方啦，所以點解咁多人中意食咧？就係、是、可能就係享受嗰極致少少嘅牛肉嘅新鮮感啦。好，呢度系品成记，唔同平台点击关注，附近方圆几公里最好食嘅，有机会试一试啊！